气象局召集旗下秋季展望记者会，按算今年秋天的温度是偏少暖的正常，那落个水也算正常。南极方面，秋天会侵袭台湾的风采，按算至少有一到两周。同时，先生的雨夜会下滑台湾，热射港预见的时间会下短。那今年第九号风采没啥，按算基本没是小组是为先生，让向的时间是礼拜一开始到下礼拜二。我气象局预估，发布机六天进步机会会下大的了。原本受到西南风影响，前几日全台差不多都落大水，不过白五天时转好，出现日头。气象局讲，中南部落东部天气水气下多，基本日很系会注意会有落大水，北部落山区可能下昼很系会有雷阵雨。九号梅沙风菜，完成到基本日落少早两日形成，然后时间到了礼拜日开始，下礼拜日日会最接近台风。受到南威宽流影响，北部落东北部会落大水，完成会变作中土改风菜。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它就会迅速的北上。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呢，就会通过琉球一带的海面之后再朝西北的方向再转日韩一带的方向上来移动。那对我们来讲以目前的资料上来看，直接侵袭我们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它的外围水汽或者是外围环流有可能对我们的天气造成影响。气象局完成未来九年到十二年的秋季天气，未来温度是偏高到正常，高温纪录为二几年降低，落水部分九年到十年会好多，到了十二年就会接近正常。今年秋季完成让向台湾的风采会有一度两折。秋台的路径来看，大概分成两个，从台湾的东侧北上，一个是从台湾的巴士海峡这南侧的地方通过。那至于说台风的生成的地点呢，如果说比较接近台湾的话，它也是有可能会直接侵袭我们台湾地区。到了白六块时的气温，水气会很明感少，各地天时是多云多晴。到了白日，台北地区到东北部会开始出现局部短暂雨，气象局每呼吁民众还是要特别注意。下个新闻，齐荣俊、钱明志台北报道。